2015年10月31日，我的赞美骑行进入到最后一段，此时离文部南村仅剩20公里，但因为车子彻底抛锚，我只能选择推行。这里处于当穷错与当了用错两个湖中间，也就是文部北村与文部南村的中间位置。我的原计划是今晚找地方露营，明天再推到目的地。但是傍晚时分，一辆 SUV 停在我跟前。回文部南村的车主大哥告诉我，这一带有熊，并且态度十分坚决的要带上我。哎，一位好心大哥，实在看不下去，我推了，一定要把我拉上。哎，不会把你东西压坏吧？啊？我怕把你东西压坏啊。没事。哎，没事没事没事。不是我的。哦，你的车。你没事，那走吧。太脏了，我这一路回头上。什么？我天哪！这边过去，其实去阿里不算太，就马上就到了嘛，是吧？到错就属于阿里了。对啊，从文部的那里的话。那个错迁的话，280公里。文部到错迁有280？对。哇，这么远。280，那个错迁那个干什么？我不知道。我在错迁去阿里那边，也可以走中间一条路，走亚热，亚热那边过去。亚热。啊，亚热。那边算是阿里中线。哦，现在那个不好走，那个有上山吧。哦。啊，又下雪了噻。哦，又下雪了。对，这不能走车。有吗？屋里有吗？有灰吗？哦，可以，谢谢。当了用错已经可以看到了。下午又会变颜色，对，太阳那个，一天太阳照的就颜色不同是吧？颜色有时候变啊，有时候不变啊。哦，有时候会变，有时候不变，也是要看天气哦。对，就是看天气。从地理层面来讲，当惹雍措是完全属于中国境内的最深的湖，它的湖心最深处超过210米，比纳木措两倍深，因此它的湖面才能呈现令人着迷的深蓝色。而在藏民心中影响更深远的，则是它的宗教意义，因为它是西藏最古老的本教所崇拜的圣湖。而我所要去的村子文部南村就坐落在这个圣湖边上。车主大哥是地道的文部村人，他们家也开家庭旅馆，不过他告诉我这个季节基本没有游客进来了。我决定如果合适的话今晚就住他这里。哦，这是你们家？这是我家。啊？对。哦，你们家院子好大。最大的是村子里面最大的。村子里面最大的？对啊。哦呀哦呀，哇，太漂亮了，真是太感谢你了。这边是房子是吧？对啊，就全都是这个。哦。哦，你们这个位置好，这个位置朝着湖，非常好。现在基本上就没什么游客哦。客人没有，客人又少，是淡季是这样的。这边西藏旅游都是属于季节性非常强。我之前在波密那边待了2个月，也是帮人家招管客栈嘛，也是只有暑假才有人，到了冬天就没什么人了。我好像在网上看到过人家拍你们这个房子，真的应该就是在你们这里拍的。可以，那个热水都有，热水也有是吧？吃饭也我们可以做，
可以可以可以。啊、哦，东西全走哪啊？哦，东西我放这个走廊里就可以了。对，走廊里面，房子里面，走廊里面放的话没问题。可以，没问题。这里看湖非常方便啊、哦。啊，好吧，今晚就住这位大哥的家庭旅馆，他可能也是这个村里最大的这个家庭旅馆。这家旅馆的名字叫向雄同胞家庭旅馆，就在进村子不远。主人大哥看我骑车辛苦，给了我一个很优惠的住宿价格，并且叫我跟着他们一起吃饭，这一切都让我倍感温暖。哦，你进吧、哦、我进吧。不是嘞，坐吧，啊，这里吗？哇，你们这家房子好大好大。你们做这个旅馆有多少年了？那个，四年。那你们是属于这个村里做的比较早的啊？你们在你们这个村里做的比较早吗？不错。因为像现在这个人不南村以后会越来越多游客过来的，他特别是后面陆续好了之后，很好吃的肉条啊。最近是准备在搞一个佛堂，然后再摆一个类似坛城的东西，这都是代表某种含义吧，有点像是糌粑做的。让我跟你说，喂，阿爸，俺的小妹你盯着哪聊过？这是主人家在布置佛堂的一个现场，我正好在这晚有幸遇上，然后观看了他们的整个过程。而眼前的这些也是布置佛堂最重要的一个环节，这个底座的制作有点像画那个坛城，然后上面摆满了糌粑做的阿弥陀佛，而所有的材料也只是泥巴、沙子、糌粑、酥油之类，一双巧手后就变化出了各种象征佛像等的形状。这里真是个神奇的地方。文部北村信仰的还是藏传佛教，往南40公里的文部南村却是古老的原始本教。一个人睡这个湖景房，昨天晚上跑出去拍了一下星空，太冷了，受不了，我穿着雨衣去拍的，太冻了。这边藏北晚上要零下，最低可能零下10多度。据说这里是整个西藏最适合发呆的地方。是达果雪山，当了雍措。哎呦，哦，长太高了。这里环境真的相当不错，
来文部南村的目的之一显然是当了雍错，但我还有一个更重要的任务，便是去探访象雄王朝的遗址琼宗，那是处在村子往南十来公里的当了雍错湖边上。由于我的自行车坏掉了，只能包村民的摩托车前往。这位开摩托车的小伙子是旅馆老板的堂弟，他告诉我，如果是自驾开车过去的话，村里人会对每辆车收费600，因为那里可以算是文部南村集体的文化遗产，所以在旅游旺季的时候，全村各户的摩托车会统一安排排队出车，以单辆摩托车计费的价格拉游客前往琼宗遗址。考虑到现在是淡季，我最终和小伙子讲成了100的价格拉我来往一趟。我老家江西，就是从那骑摩托，拉萨骑过来的。拉萨骑。对。江西到拉萨你坐火车。坐几个小时？火车几个小时要坐几天哦？坐几天？一天一夜。我要两天一夜。对，要。50多个小时。虽说文部北村是文部乡的所在地，但其实文部南村比文部北村还要大。秋冬的和风暖阳简直要催人入睡，摩托车行驶在颠簸的湖边公路，一扭头就能看到整片蔚蓝。作为此行一错再错系列的第十错，也是最后一错，当惹雍错无疑当得起这压轴的角色。西藏神山圣湖众多，在本教徒心中，他是能和神山感人波奇相论的角色。许多人见到当惹雍错的第一眼都有种莫名的情绪在里面。我试着从地理角度揣测一下，不同于藏北其他处于巨大湖盆中的湖泊，当惹雍错是处于东西两座大山的夹池中，它的周围没有其他高原湖泊那种广阔的湖基平原，湖岸线周围即是陡峭的连绵山峰。这样的地理位置很容易让从外界一头闯入的游客产生一种掉入桃源秘境的感觉，同时也正因为当惹雍错的这般存在，在盐湖地带产生一种温暖的小气候。于是在文部南村的下面，你能看到整个藏北纯木区唯一的一片青稞田。 就这边的话，就你们这个村才可以种，其他地方都种不了。我们这天气比较好一点。对，你们这可能偏暖和一点哦，气候暖和。就是到了这个山转一圈是吧？这个路就是。你们就是属于这种逆时针转啊。对。基本上西藏只有到了你们这边才逆时针转，然后可能在阿里那边也有，我知道。然后在那个
四川川藏北线上面那边也有一些，其他地方藏传佛教，藏传佛教都是顺时针。众所周知，藏传佛教不管是撞山撞水撞佛塔都是顺时针撞的，而象雄文化的原始本教则是逆时针撞。象雄王国是有着18000年悠远历史的古老文明，曾经在青藏高原显赫一时，象雄在当地语言中意为大鹏之地，这里是西藏高原最早的文明中心，如今的雍仲本教便是传承于此。在公元8世纪，象雄被吐蕃王朝消灭，留下当惹雍措旁无数断壁残岩供后人凭吊，也就是我现在所处的琼中遗址。年岁已久，遗迹早已不再明显，站在这山腰湖畔，有时竟很难将眼前所见与历史上那空前强大的象雄王国联系起来。在曾经的王宫遗址所在的琼中山上，有不少本教的修行教徒，相比于雄风不再的王国遗址，这群修行者才是我此行最后一站最感兴趣的。他们常年居住在山洞或石头房子里苦修，与外界少有联系。这其中有一位80多岁叫旺姆的双胞胎老阿妈，她居住在简陋的山洞房子里，在这里修行了20多年，从未回过村子。在大型央视纪录片第3集中曾记录了他俩的故事。这边修行的都是在这边这座山的山洞里面，人还在上面。你看那两个老阿妈是在哪里？就那两个双胞胎，在这上面。这位小伙子告诉我，他有位当喇嘛的哥哥也在这座山上修行。我们决定先去他哥哥住的山洞看一下。由于整座山体都是坚硬的石头组成，上山的路异常陡峭，常人很难想象他们是如何在这种地方坚持修行的。这两个山洞，太厉害了！哇，这个在烧水是吧？在这么艰苦的洞里休息，他们难以理解。你哥哥多大？26。好，20多。这种是那个青稞吗？我拉萨过来的。拉萨。拉萨。你在这里休息。阿弥陀佛。多长时间了？小伙子他哥哥搬来这个山洞修行已经有几年了，因为他汉语并不是太好，所以无法深入交流，但他带我俩进他山洞里面参观。哦，在这里。可以进来。一个人在这里。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地瓜。多少年了？地瓜，地瓜。哦，这的修行。这种是那个唐卡吗？啊、哦，唐卡，这的修行。小心。哦，没事，我碰不到。运动的干死的。这个山洞里面修行的唐卡。哦，真的顺气，真的，相信真的。这是什么？啊、真的竖起。OK。来。这是指印。指印，我可以摸一下吗？嗯，真有在啊。哦。这石头这种印就是，就这么这种石头就是被这个手指一点点摸出来的，这样抠出来的。哦。
太不可思议了。我也大球。你好。哇，这是哇，什么肉啊？这牛肉干，你吃吗？可以尝一点吗？啊，可以。我要给你吃。哦，谢谢谢谢，这么大一块。这是那个牛肉吗？嗯，牛肉干。牦牛肉干。这是这不是牛羊肉羊肉。羊肉。羊肉羊肉。我看这腿，我说。绵羊的绵羊。绵羊。嗯，好吃吗？要再加点，加点调料，辣椒、就更好吃。吃咋吧？啊，咋吧？吃不吃？咋吧？嗯。啊，我可以尝一试试。一试试吃。啊，没事。阿军，你干的。嗯，就是。你阿军，我听你的。啊，啥子？你不动。你哪里去？我哪里去？哦，我这里就最后一站了。我从拉萨过来的，拉萨对，拉萨，然后到了这里，我就明天就回拉萨了。你什么地方？我老家江西的。嗯，所以长，长了最多，近不近？八十，八十，六十，我手比较脏，对吧？对吧？对。有东有筷子吗？对。好，继续。这兄弟俩一个劲儿招待我吃羊肉糌粑酥油茶，这下午饭都直接解决了。一开始我对山洞修行还觉得有点不可思议，但现在觉得这大概就是一种享受独处的状态吧。这里空间虽小，但五脏俱全，而且房间里还摆了很多的书。这位喇嘛的家人每隔一段时间会送物资补给过来，同时有需要他自己也会下山去，但其余大部分时间还是在这里独居。我看他这里还养了一只猫，我都开始羡慕这种修行隐居的生活了。那边就是去打果方向。哦，就是家里死了狗就会刻一个牌子，就像墓碑一样的放在这里哦。这是都是为了狗准备的，都是为了狗准备的。上面有个那个狗吗？是，上面写着经文一样的。哦，那上面还有房子。双胞胎就没有。就那个房子。这是这里面还有。里面还有。琼中山上散落着大概有十几二十个修行的山洞房子，天地变幻，斗转星移，当惹用错的水还是这般深蓝。修行者们在这里远离城市的喧嚣，包括生活在内的所有一切都变得如此简单。他们就这样跨越时空，守护在曾经的象雄王宫之下。这栋房子就是那个第三集里拍摄的那对八十多岁的老阿妈修行的地方，琼中山。在这房子里面修行，一直修行都没下村子回去过。你喝酥油茶吗？真是难以想象。刚才在那边喝过了吗？谢谢谢谢。哦，你也在这边修行？不是不是。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他不是里面的。里面那个？哦，你在这做？哦呀哦呀。哦，这是另外那个吗？嗯，这是另外那个吗？他不是，他不是。哦，这个也不。哦，好嘞。嘿，这是嘞。哎，哦，在这边休息。哦，拉萨过来。拉萨过来。拉萨过来的。这位修行的老阿妈应该也在这里生活了很久了。他的房子跟双胞胎望母老人的隔着并不远。小伙子告诉我，望母老人并不喜欢被外人打扰，所以我只是远远地在外面看着他们转山朝拜。双胞胎
就是这个老嬷嬷，那个另外一个在那里。很难想象这位叫旺姆的老人是怎么坚持在这里修行了20多年的。我想也许可以从纪录片第三集中的某些对话找到答案。这对双胞胎在纪录片里有过这样一段对话：只有善念才是最好的陪伴，有了善念的陪伴才不会感到困惑与烦恼。我想正是因为他们内心有这样朴素而真挚的信念存在，才能在这片安宁面前享受这份修行。日渐繁荣的物欲社会也许能把我们隔成两个世界，相对于修行者们，我们也许享受着丰厚优质的生活资源，但我们的内心却并不见得比他们的丰厚宽敞。向雄一直回来了，啊，那兄弟的摩托车开得超快，吓死我了！我在阿坝放在这个村口，因为这边非常有意思。这边是可能是赞美的唯一一块这个庄稼地儿，那种青稞、种土豆，接下来可以种蔬菜。那里条水渠引水过来可以。这块湖盆，当然说红区它气候比较温暖湿润，比赞北的那些其他荒原好多了，完全不是一个风格。现在因为是已经是快到冬天了，地上已经收完了，所以全收掉了，不然夏天来可能更好看。下面就是藏北的唯一一片小树林，因为文布南村特殊的地理气候原因，在这里非常难得。反正我在藏北走了这么久都没看到高于草的那种植物，这简直有个神迹啊。暖阳，旅人等在哪里？
我是匡路，想了解新疆的幕后故事，还有更多骑行拍摄计划吗？快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右方的二维码，还能关注我的更多最新动态哦。